有关本分局新海所于3月3日16时26分获报，称发现一名男子疑似在日前窃取其店外衣物，请派员到场协助。经警方到场查看，林男身着衣物与日前窃嫌特征相符，林男坦诚犯行，并主动交付窃取衣物、身份证件及随身物品一批，讯后依窃盗罪嫌，已请新北检侦办。